王阳明自曝背着娇妻偷约会。狗仔哥哥眼力超强的，在微风停车场认出这台是王阳明的保时捷，然后车主现身了，狗仔哥哥被发现了。还没有，顺其自然。森林哥不止台湾第一帅，还是第一 nice 内，跟狗仔哥哥聊起来了呢。他工作现在越来越旺，所以对啊，我就多休息。我刚拍完戏啊，回来。随后蔡诗芸人在米兰看秀，靠着看老公照片解相思，很想老婆的 Sunny 哥不耐寂寞，只好来跟春风约会。我以为你们是要来问我这个。没有啊，因为看你最近好不好啊。你想说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因为你的店现在也是就是在重新装潢，对不对？换了一个地方嘛，对吧、啊、因为那边就是让给别人，谢谢你们的关心。我刚刚看到说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一个人在拍我？新年快乐啊！事业顺利，事业顺利。谢谢。OK， 拜拜。娱乐动新闻，狗仔哥哥已恋爱了，报道。